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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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马总，马总，熟悉的马总的声音，小孔把电话打给了马总，没回答正确。女孩的心思基本也都对，就看马总怎么选了。喂，喂，啊，紧张。那我要说了。啊，好，好。4月20号第一天见小鱼，我还记得你那个时候第一次做饭，我还挺走运的，我也是最后一次做饭吧。嗯，我吃了你做的玉米炒火腿肠，然后我今天突然想起来，我好像把那一盘全部都吃掉了。这是我第一次。我挺喜欢吃玉米。然后4月22号是我到小屋的第二天。然后我 mini date， 说实话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第一个想找的就是你。Hello， 怎么了？快，谢谢。特别是你送我去学校上课的时候，我那天上午我刚好跟我朋友分享了那首歌，然后下午你送我去学校的时候，你的车上就放了这首歌，我当时就懵了。你从天上降落，喜欢你，暴风雨来临，天上有雷鸣，缘分。第二次约会，那一次拍照是我第一次对镜头那么恐惧的时候，我不敢看镜头，我也不敢看你。然后，前几天在游艇上，你当时就对我说，没有陪我看月亮。看一下日光，折射一条线也不错。虽然我一直在告诉自己说，不后悔就好了，不用在意结果，但是就有时候突然想到，没有这个结果，就还是蛮难过的，就忍不住，就还是会很难过。还好，我现在疯狂告诉自己，我不后悔了，已经，我已经把我所有的真诚、勇气和不顾一切的那份冲动的那股劲儿，就是全部都释放出来了。做什么那是你的事儿，我做什么那是我的事儿，那你就做你自己就好。我要说的说完了，你要开开心心的。好，嗯，好，那谢谢，就这样，拜拜。小孔挺轰轰烈烈的啊，把我想做的事儿做完就好了。挺执着也挺真挚的，最后这个时刻把想表达的全都表达出来。对，不后悔。
没有任何遗憾。对，想说的每一句每一个字都说了。对，我都准确的表达给了我想要表达的人。对，我都告诉你了。然后接下来就是最后就是你要好好，你要开开心心的，你别为难，你别为难。来吧，那我们直接看程程好不好？程程好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洪程程会把最后的告白电话打给谁。各位请看。皮卡丘，他之前送马总那个车载香薰就是皮卡丘的那个样子了。对，皮卡丘。来了来了来了。喂，是我。喂。喂。马董，马董，好，又怼了一个。程程把电话打给了马董，咱能成不能成就看马董一会儿最后一哆嗦了啊，就看马董了。就是我没想到小屋表白的这天来的这么猝不及防，就是我给你准备了很多惊喜都还没有来得及给你，但是想跟你表白的话一直都在我的心里面，都不需要提前准备很久感觉。觉得喜欢你这件事情就像打喷嚏和想咳嗽一样是难以掩饰的。开心的，我每次在小屋里就会很不自觉地去搜寻你的声音。我觉得从我第一天遇到你那一刻开始，很多事情都变得完全不一样了。你就是一个我经常就自己想想就会偷着乐的那种人。可能我就是一个很没有恋爱天赋的人，但是我觉得遇到你之后突然就萌生出很多浪漫的想法。就是感觉让我把手机电打没都能一直讲下去。我给你准备了一些我想要说的话，发到了你的手机里。你可以一会儿就是打开邮箱看一下。好。正在去做一件非常神秘的事情，这是我第一次尝试。哦，天哪！神魂颠倒，你的眼睛会笑，我望着酒中那毒药就快要受不了。你的声音在不行，我本来不紧张的，然后你听着我就很紧张。你听见可以家给陈子送了一把火箭，我和你要去。早上不是说了一嘴吗？我发现我好久没喝了。感受阳光洒落虔诚的夏天。哎，我已经知道第一位了。没事，都给你知道了，拿去刷。你在这里干嘛？边守神啊。
情太遥远，一起去环游世界也很难实现。澳洲来说就是有福气嘛，在我身边就是我可以遇见的最大的经验。谢谢你出现在我的身边，胜过了所有五彩缤纷、轰轰烈烈、风风火火、花天酒地的世界。太难了，其实这俩女孩都挺好的。妈呀，这哎呀真难啊。设身处地的进入到那个环境里面，刚才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我觉得橙子的一直在改变，这些改变是真的会打动人。而且橙子为什么这个时候会做一首歌，是因为她之前说过吗，我一直欠你一首歌，我只唱给你听。我如果站到那里，我如果拿着手机最后的时刻听到这样一首歌的话，我觉得说原来你答应我的事情都会做，只是你有你的方式做出来。那为什么我们纠结给小孔，就是因为这就是一个会改变自己，一个一直在做自己。改变自己和坚持做自己这两件事情都很难哦。对啊，并没有说哪件事情是容易的哦。对对，但是我其实觉得马董呢，他现在很难选，是其实啊，到最后归根结底是他把他自己放在了一个难选的位置上。那么如果说像很明确的话，他在很早期的时候他就只跟一个人有互相的这种行动的信号，但这个他就是没明确，对，他其实自己也模糊嘛。所以其实就是看接下来马董的选择，就是如果你真实的喜欢一个人你就做选择。但我觉得这些都一定是他自己的嘛，就尊重他的选择嘛。马董加油吧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心动的信号第四季最后一位嘉宾马子佳，他最后的选择，他会把告白的电话打给谁。各位我们请看。封面是我自己设计的，厉害！马子佳，面膜。哇、哦，这就是你送我的礼物吗？哇、哦！今天我来这里滑冰，捡到了一只帅哥。很惊喜，很特殊。快藏起来，不能被别人看到。就看在你揪心。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，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。子佳，赶紧按住，假发片要掉了。就是喜欢你这个人。为什么那么可爱？什么？是快乐星球少女家。无论怎样，我都不会后悔。巴卡巴卡，尼卡巴卡又。这俩女孩都是真心诚意在为他付出的。好煎熬啊，妈呀。来了来了。喂，
啊，别玩这一套啊。好，那我过来找你。嗯。嗯，好。哎呦。拜拜。